Squid Electron, l'esercizio 6, a pagina Ibaiush, Iye Danega, scrivi le lettere e poi ricostruisci la frase. Tema? 要写下字母，然后重组这个句子。你们有做吗？ CHIAME cosa vuol dire? In italiano cos'è? Aha. 然后呢，那个这个是啊，那个 B 是 CHIOME 是什么 ？Come. OK. 那个 CH 是 CHIARO. Ciao. D 是 T. 好，那怎么重组这个问句呢？变成什么 ？Ciao, come ti chiami? Ciao, come ti chiami? OK, 那就第七个呢？你要把左边跟右边的部分，就再重组一个对话哈，右边的跟右边的单字，当做一个对话。 那左边说 ciao， 那对方说 ciao， 然后呢 ？Come ti chiami？ Renzo， 嗯哼 ，poi come scusa？ 回答 Renzo， 啊哈， 再来问 come si scrive？ R E N Z O。 Grazie， 回答 ，prego， 很好，非常好。那我们现在有这个 chiamarsi，chiamarsi 是一个原形动词，对不对？是一个反身动词。好，意思是叫做我叫做什么名字，你叫做什么名字？那第一个句子是什么 ？Come ti chiami？Come ti chiami？ 好，回答。 Mi chiamo Antonio. OK， 这是 come ti chiami Paolo 哈。第二个是 Mi chiamo Antonio. E tu？ 回答 Concetta。 第三个是 Come si chiama l'insegnante di italiano？ Antonietta。 哎，差一点是你们的老师。啊，non è Antonietta ma Antonella。我们好像没有特别强调第三人称单数的，对吗 ？OK， 所以我 mi chiamo， 你 ti chiami， 他 si chiama。 好，所以这就是 io， 你 chiamo， tu， 这里可能没有灯，对不对？那个黑板应该有一个灯。Grazie。 好，这个是哪一个原形动词呢 ？chiamarsi， 而且是一个仿生动词。怎么认出来一个仿生动词？那个原形后面有一个 ars， 那个 si。好，这我们已经有稍微提到，以后会讲更详细的。我们已经提到有三种动词 ，are、 are、 ire， 对吗？三种结尾。好。 那就这个动词是 are 动词，仿生的 are 是变成 arsi 哈，第一种动词哈，第一种变化的动词，你们注意一下，我 o 的变化，好，那个结尾变成 o， 你 e 的变化，他 a 的变化，很好记 ，OK， 我是。 o 的结尾，你是 e 的结尾，他是 a 的结尾。OK， 这样子你们可以记住。OK， io mi chiamo， 你 ti chiami， 他 si chiama。那这个先
不管它这个是一个反身代名词 ，OK， 不是每一个动词只有反身代名词才会有那个，只有反身动词才有那个代名词在前面。好的，所以就做练习题啊，做作业也会稍微复习一下啊，而且补充一下。好，我们看看，第一个单元的作业。好啊，是在哪里 ？B 是在哪里 ？C、D 在哪里？啊，どうしても。在飞机场对吧？在机场怎么说 ？In aeroporto。In aeroporto。记得这个发音连起来读 ，In aeroporto。这个地方是连起来 ，OK？ 这个这些词 in 这个子音跟后面那个母音开头的单字啊。就是要连起来读，所以 in aeroporto， in aeroporto， 好，好像是一个字一样的 in aeroporto， in aeroporto， 好， aeroporto 的注音在哪儿？开的还是闭的？这个是开的。Porto， 不是 Porto， Porto。In aeroporto。OK， 所以整个这个音节是拉长的，对吧？所以 in aeroporto。嗯哼，注意这个 R 的发音。好的，那 B dove siamo？ In aereo。In aereo， in aereo， 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In a 连在一起，好像一个字一样的。In aereo， 注音在哪儿 ？A。In aereo， 开的 A。OK， C dove siamo？ Dove？ In stazione。这里要注意什么？四是双子音的发音，对吗 ？OK， in stazione， in stazione， 然后那个 o 是开的还是闭的？闭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因为你们比较很自然的就会把它有点开啊。in stazione， in stazione， 好的 ，D dove siamo？ Dove？ In treno。In treno， in treno， treno， 你们这里只要记得那个五声的子音，对吧？松一点点气啊，才会保留五声的，要不然听起来有点像有声啊。因为中文没有这个有声无声的分别，而且就是就有一点在中间啊，比较听起来没有那么明显的，或者稍后就有点听起来有点比较偏有声的啊。好，所以就是。松一点气 ，in treno， molto bene。好，下一个是你用 DVD， 那我们就先跳过去了啊、哦。我们看那个 quattro， 问句跟回答连在一起。Come ti chiami？ 嗯，这个名字怎么念？要注意什么？我们上一次也有另外一个。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我们说什么？特别是哪一些五声的子音要注意？双子音的问题是一个 ，OK。这里是哪一种五声的子音呢？哪一些？子音后面的五声的子音要特别送气 ，n， 对了，就是这个例子对吗？
特别是 N M L R， 对吗？后面的那个五声的子音要特别注意，因为对你们来说更容易把它变成有声的。好，所以上一次我们做那个练习，对吧？那个小小的发音的练习的时候，有那个 tanti。啊，记得吗？就 n 的后面那个 t， 特别容易变成 tandi dandi dandi Antonio Antonio Antonio。哦，或者我现在就有一点夸张，可是有一点一点像 Antonio 哈 Antonio。意大利人其实也不会送气哈，这个是我的一个技巧啊，我建议中文母语者就是送一点气在这个地方，特别是在 n， 特别是 n 呢。跟 M 后面的鼻音，特别是鼻音后面的，所以 tanti incontra anch'io mantella momento attenzione好 campo Antonio Antonella Antonella 双子音 Antonella Antonella 好，很多问题在一起哈，有双子音有送气的问题，该注意就记得，特别是鼻音后面的五声的子音送一点气，N M 后面的，像 tanto、Antonio 这一类的 ，OK？Campo。好，所以 come ti chiami Antonio？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Di dove sei？ 好，回答。Di Venezia。Di Venezia。双子音 ，sia， 对吗 ？Di Venezia。Di Venezia。好 ，Dove vai？ A Milano。Quanti anni hai？ Quanti anni hai？ Ventotto。注意发音 ，ventotto。送气 ventotto OK， 所以你们已经会小小的对话对吗？所以你们在火车上就可以可以跟别人打招呼，这可以问好几个问题，很有用的、哦、很实用的几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就做 l'esercizio 5L'esercizio 5 要填空 essere e andare 的 presente， il presente di questi due verbi。 L'esercizio 5 152页的 esercizio 5还是第一个单元。好， presente， presente 是什么？ presente 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时，对吗？好，意大利文有 modi gen tempi， 有 modi gen tempi。modi 是我用中文就翻成这个这个是那个这城市 modo indicativo 是反式的是，然后 tempo 时态的时，现在时 ，OK， 所以这城市现在时 ，OK。不懂 ，OK 我们在那个小那个儿童故事不是看到了几个动词吗？比方说 ，mette 放的意思，对不对 ？mette 是原形动词是 mettere， 对吗？好 ，mettere 的 mettere 这个动词的支成式，支成式是 modo indicativo。因为动词有好几个式，意大利文动词有好几个式，这个是支成式、条件式、虚拟式。
命令式等等 ，OK。然后每一个式，每一个 model 有一个时态 ，OK 。所以这个是现在时，好，所以用这个式跟时来分 ，OK。这个是那个 tense mode and tense， OK。这个是 tempo 时间，好，这个现在时，然后有不同的人称 ，OK。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单数复数。好 ，OK， 有六个变化，好的呢，好吗？对，所以学习一个新的语言就是很长很长的过程，学中文也是哦。每种语言有它自己的困难，相信我。OK， 所以意大利文的动词变化非常多，是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哈。OK， 所以这城市现在时，这个是所谓的在这里。说的那个 presente 哈，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学这城市现在时，是动词跟去动词的前三个人称，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单数。好，他说 scusa， 然后你们这里天空什么字 ？È libero questo posto？ OK， la risposta è。Sì, prego. Uh-huh. 这个 prego 怎么翻？请，请坐。好，那另外一个人怎么继续回答 ？Grazie. Dove? Vai. 你去哪儿？那另外一个女生，上一次我们就玩了这个对话。那个女生说什么 ？Io. Sì. 然后回答我去罗马怎么说 ？Vado.啊，罗马啊，那你跟男生回答哦，我也去罗马 ，anch'io vado a Roma。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我也，那怎么说 ？anch'io vado a Roma。啊，哦，OK。Però， 可是 ，però。我不是罗马人，我是拿波里人。怎么说呢 ？Però non sono di Roma, sono di Napoli, sono di Napoli。你们记得这个否定的动词的否定？我不是，我强调什么？强调 no 还是强调 sono？ 强调动词，不是强调否定的那个副词哈。Non sono, non sono di Roma。Non sono。你强调一个字的时候，怎么强调呢？记得吗？有中音的那个音节要那个 pitch 要高，然后要拉长。Non sono, non sono di Roma。然后强调我是拿破里人，那拿破里要强调拿破里的中音在哪儿？那。所以那个那要又高又长，所以怎么说 ？Sono di Napoli。OK， 所以如果你要强调，不要搞错重点。OK， 你的重点是 Napoli。OK， 那你就把那个那个有注意的音节提高跟拉长。Sono di Napoli， Napoli， Napoli。Non sono di Roma， sono di Napoli。Va bene。记得哦，OK， 因为 有时候外国人不知道怎么强调，哈，所以就可能就是强调的地方不太对，所以沟通上，还是有一点插入就不太懂 ，OK， 啊，我们看第六个练习题，这里要填空这些单字，好。A anche di è studentessa che va 啊，这个一个小小的一篇文章，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单元的程度的一篇文章啊，然后应该给你们一个成就感，因为只有算你们的第一个单元的一个总结啊，你们已经可以写这样子的一篇文章，或者最起码可以读啊，可能不会写，可是最起码可以了解。好 ，Paolo。È
un insegnante. È un insegnante. È di Napoli. È di Napoli e ha 30 anni. E ha 30 anni. Paolo va a Roma. A Roma per la manifestazione contro l'inquinamento. Fa in shang li ji de ho in qui sun qi inquinamento sun qi liang ci inquinamento inquinamento men bitte e inquinamento inquinamento hao 然后呢再来第一个字是什么 anche Pilar va a Roma è spagnola ma vive in Italia da 10 anni Pilar ha 25 anni ed è una studentessa studentessa 小心不是 stu 不是 u 记得哈不是 u 是 u studentessa ed è una studentessa ok 最后那个动词是什么va va a Roma perché ha un esame all'università. 好，那我们现在再读一遍这个文章。好，然后就希望你们问一些问题，针对这个文章，因为你们可能都看得懂，对吗？可是还是可能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文法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针对这个文章先有一个初步的，包括文法的理解哈，然后我们慢慢的会继续，解释很清楚。可是先了解一下这篇文章，我们先再读一遍好吗？你们按照那个 shadowing 的方式 ，OK， 我念你们，我念了马上跟着我念 ，OK， 几乎一起。我先，你们跟着我哈。Paolo è un insegnante. È di Napoli e ha 30 anni. Paolo va a Roma per la manifestazione contro l'inquinamento.Anche Pilar va a Roma. È spagnola, ma vive in Italia da 10 anni. Pilar ha 25 anni ed è una studentessa. Va a Roma.Perché ha un esame all'università? 好，Luca 有什么问题？对这个 uni all'università 对吗？因为是那个注音是刚好是在最后才会看到这个注音符号。我们上一次有说对不对？在一般的写法。一般的那个拼字哈，就是那个注音符号那个 accento 那个 accent， 只会看到在最后，啊，就是那个注音在最后的时候才会看到一个注音符号。那我可能为了你们方便，有时候写多一点，在中间把那个中音也写一下，在我们的那个笔记那个答案里面，我会把那个中音也写起来。可是那个只有在词典里面的哈。为了你们方便，就是让你们知道那个注音在哪里才会看到。一般的写法，
不会出现啊，出现那个 accent 只有在最后，如果那个重音是在最后，像这个字 Università。All'università。好，那这里我们要怎么进行？从你们的问题开始吗？还是我们一句一句来翻译？请同学们，要不要谁想先抢？谁要翻译一句一句 ？Fabiola 吗？从 Fabiola 开始。他有问题 ，OK， 那就给他，谢谢。想问那个第三行。第三行，嗯哼。他有句说 ，Es española, ma vive, ma vive 是什么意思 ？OK， vive 是住的意思，有两个动词 ，vivere 跟 abitare， 两个都一样。差不多一样，该生活住，生活在哪里，住在哪里。Vivere， 重音是在这里。Vivere， abitare。所以这个不是 are 动词，这个是 are 动词，第二种变化动词。ma 是一个连接词 ，but。我们已经有一个可是但是对吗？我们已经知道另外一个字有这个可是的意思，是什么字？ pero， 很好。 pero 有一个重音符号对吗？我们也有ma，啊，可是但是，可是跟但是一模一样的吗？用中文差不多，但是比较正式一点一点对不对？可是比较口语一点一点，会吗？意大利文也差不多哈，不然稍微口语一点一点的。可是，但是，连接词，嗯哼，没问题了。Grazie, prego。还有别的问题吗？请举手。Sì。你说最后 一行对不对？这个 Pilar ha 25 anni ed è una studentessa， 这个吗？ OK， ed， OK， 所以你的问题是这个 ed 到底是什么东西？谢谢。对， ed 就是 a， 什么时候用这个 d 呢？就是后面有另外一个母音开头的单字，为了语音连接在一起比较顺。una studentessa 当然也可以说，不是说是错的，不能说是错的。una studentessa 也可以这样说。ed è una studentessa， 听起来稍微对，书面一点的。口语上其实也可以说 ed è una studentessa。ed è una studentessa 已经属于比较稍微书面的一点一点 ed， 因为后面有 u 一个母音，所以连在一起的哈比较顺。ed è sorry， ed è ed è una studentessa， ed è una studentessa。当然你也可以说 AA， 可是口语上比较普遍的。Sì, benissimo, grazie。刚才还有一样的问题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Sì。第一行的 U 跟最后一行的 U 哪个？第一行的 un insegnante。
跟最后 一行的 u 呢，那里不一样的。OK， 这个真的是问法的问题，对不对 ？OK， 是不定冠词的问题。好，我们先稍微提到一下而已，因为以后还是会学比较正式的哈。un 跟 u 呢，好，un 是阳性的。鲁多比哥问的哈 ，un 是阳性的不定冠词。u 呢是阴性的不定冠词。英文有什么？可是说实话，意大利文没那么简单哈。除了这个 un 跟 una， 还有别的。啊？那个是定冠词。我在讲不定冠词，不定冠词还会有另外一种的啊、哦，有 una 跟 un 加一撇哈，有 un 还有 uno， 好，所以干脆这个不定冠词的状况哈，已经有四个这样子，好。分别是要看这个是阳性的，上面是阳性的，下面的是阴性的。阳性、阴性 ，maschili、femminili。这个 uno 是在哪一种名字的开头前面 ？s 加字音，比方说 uno。Student， S 加字音开头，或者 Z 开头 ，uno zaino 一个背包，涅开头很少很少的字 ，uno nome。uno 还有 ps 开头，外来语，古希腊语的 psychologo， 对，所以这些字开头哈，前面用 uno， 要不然普通的就是 un， 那阴性的普遍的就是 una。什么时候变成 un 加一撇呢？母音阴性的名字不是阳性的，阳性的都是 un。阴性的名字母音开头 ，una amica，un amico 不会，阳性的还是 un。可是一个朋友，一个女的朋友，一个女性朋友，你是 una amica， 母音开头，阴性的母音开头。OK， 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已经其他的你们都会吗？L 开头是什么东西？好的问题啊，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这个是一个解析词啊，加上定冠词了。这个是以后会给你们一个表 ，OK？ 你们现在就只能慢慢的观察一下，等于说啊加了。这个是一个定冠词 ，l 加一撇，也是解析词啊 ，OK， 所以这个是 a u di le at， 在大学里面，哈，在大学有要考试，要去考一门考试，所以是一个定冠词啊，前面是一个解析词，所以意大利文的解析词跟定冠词会。并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变化，不是每一个，因为你们看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解析词在这儿，对不对？它跟那个定冠词没有连在一起，没有并在一起，哪一个？在第二行，在第二行，课本的第二行。Per la manifestazione. Paolo va a Roma per la manifestazione. Per 也是一个解析词。For, because of. For. 对吗 ？Per 是一个解析词 ，la 是定冠词。可是在这里就没有 per 跟那个后面那个定冠词没有连在一起的，保持分开的哈。可是一般来说，解析词跟定冠词会并在一起。OK， 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表格啊，就这个课本上也有一个表格，所有的解析词跟定冠词的变化。OK， 那我们就最后让你们休息之前，可不可以就把这一篇文章翻译一下 ？Paolo 是一个老师。那个 microphone 交给谁 ？Fabio 了好吗？或者 whoever。Paolo 是一个老师。啊哈 ，è di Napoli e ha 30 anni。好，后面。他是拿波鲁，而且他30岁。而且他30岁 ，OK， 后面。Paolo va a Roma per la manifestazione contro l'inquinamento. Quella. Ah, quella 游行，为了参加游行的意思。Ah, 这个游行是 contro cosa vuol dire? 反对，反抗 ，against. 污染，空气污染。来告诉你这个游行是有什么主题哈、啊、，OK。Anche Pilar va a Roma。Pilar 也要去罗马 ，OK。È spagnola ma vive in Italia da 10 anni。西班牙人，然后。他是西班牙人，嗯。他西班牙人，但是。他住在罗马大10 anni， 可是我觉得他住在意大利啊哈大10 anni， 可是我觉得大10 anni大也是一个解析词对吧，已经10年了 OK， 也是一个解析词 since 10 years， 住在意大利，对，意思是他还在住在意大利，他住在意大利，他现在还住在意大利，那他已经住了10年了，可是他还在住在意大利，因为前面有一个现在时的动词，没有一个过去式的动词 ，OK， 所以表示他还在住在意大利，可是他已经住了10年了 ，OK， 好。Pilar ha 25 anni ed è una studentessa. 好, va a Roma perché ha un esame all'università. 对, 那个 perché, 有没有注意到 perché, cosa vuol dire? Cosa significa perché? 因为。Perché 的意思是因为跟由于。都有，对不起，因为跟为什么 ，OK， 都有，为什么跟因为，都意大利文都是同样的一个字 ，why and because， 都是一个字。好，我们先继续看unità uno， 还有一个练习题，对不对？为了做完那个第一个单元的作业，153页的哈，有那4个图片，有 grazie prego 跟 scusa。好啊，说什么 ？Scusa， 这个 Scusa 中文怎么翻？请问，请，怎么？
请教一下，请问一下 ，B 是什么 ？Scusa， 这个 Scusa 中文怎么说？哦，不好意思，对吗？不小心撞到。Prego， 这个 Prego 中文怎么翻？请进。D， Grazie。回答 ，prego， 不客气，对吗 ？OK。这个是第一个单元的一些重点，我们看一看第二个单元的作业。我们要再重组在左边的问句，然后跟右边的回答。对，连在一起，记起来。那怎么做？第一个，这个部分变成怎么样了 ？Aroma perché vai？ 那这里这个怎么会变成一个真诚的问句呢 ？Perché vai a Roma？ 啊哈，什么意思 ？Cosa vuol dire？ 为什么你要去罗马？为什么你去罗马？嗯哼 ，Perché vai a Roma？好，那他准确的回答是 per turismo， per turis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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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个 s 是 turismo， 对不对？那个 s 是 s 还是 z？ 怎么知道？这个是 s， 这个是 z。五声有声，它是在一个 m 的前面， m 是有声，对不对？所以它跟着 m 有声，所以是这很自然的，你们就会了哈，很自然的就会这样子念 turismo， turismo， 啊，为了什么意思？为了去观光。好，第二个问句是什么？重组一下 ，quanti anni hai？Quanti anni hai? 你几岁？ Risposta? 37. 37. 好，还有另外一个问句。这个第二个问句是，这个问句是第二个单元的主题，对吗？是什么？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要念得很顺哦。Mi dai il tuo numero? Il tuo?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Telefono? Telefono?Di telefono.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问句？可不可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 ？OK， 回答是 06 88 34 74 56 数字很难哦，每种语言都很难，因为我们从小就已经用我们的母语来背，很自然的反应，所以就数字很难。好，这个句子也是很难，如果从一个文法的角度来解释也是不简单，对不对？好，动词是哪一个动词？ die， 对吧？Dare 动词是 dare， to give 哈，给 ，dare 哈，不规则的现在时啊 ，dare， 你给我啊，然后给我这个简洁代名词是 me， 你们可以发现 ，can you give me 哈，这个简洁代名词给我放在动词前面 ，me dare。
请你给我哈，这个代名词放在动词前面，比较不逻辑的，对不对？你先说那个方向，然后说那个动作 ，OK？ 这个跟英文、中文不太一样的 ，OK？ 所以意大利文的那个代名词，这些代名词、兼职代名词，平常放在动词前面 ，mi dai， to me， give， OK？ 然后呢？mi dai il 是定冠词 ，tuo 是所有个 ，your numero 没问题，号码对吗 ？di telefono，di 是解析词吗 ？of 电话哈 ，number of of telephone。那这个是一个 yes no 问句对不对 ？yes no 问句还是有疑问词的问句？你可以回答 no 吗？可以的，在那个对话里面，那个女生敢回答 no 吗？她给她一个假的号码，可是她也不敢说 no， 她比较选择给她一个假的电话号码 ，OK。上一次我们就联系到了不同的语调，对不对？好，这个有问句分两种，一种是有疑问词的问句，一种是 yes no 问句，对吗？有疑问词也分两种，正式跟不正式。那这个是 yes no 问句， yes no 问句很特别，对不对？因为那个语调比较有波动的哈，从高下来降下来，又很明显的往上。因为跟肯定句是一样的，从文法的角度，句子是一样的啊。只有靠语调，我才知道你在问我一个问题。可是有疑问词，最起码有一个疑问词，所以疑问词的问句不需要那么明显，你往上，因为我有一个疑问词。有一个 WH， 好，一个问词，所以我就知道你在问我，我大概只会猜得到你在问我一个问题，而不是你告诉我一个事情。好，所以就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di telefono， di telefono， OK。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好，如果我要问，哎，你是 Fabio 了吗？怎么问 ？Sei Fabio 了 ？Sei Fabio 了？我要很高，对不对 ？Sei Fabio 了？才会知道，不是哦 ，sei Fabio 啦，这个是肯定句。我告诉你，你是谁啊 ？sei Fabio 啦 ，sei Fabio 啦。好，可是你几岁？刚才有一个疑问词，对吗？所以就属于有疑问词的问句。那我们可以选择正式跟不正式。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比较正式的，好吗？可能在课堂上比较。练习的机会可能是在正式吧，哈，那就怎么问你几岁？用正式的语调呢？还是从平开始，对吗？在中间的开始，然后稍微往上，啊，那如果是不正式的话，跟你家人、你很熟的朋友很轻松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呢，那不是在一个正式的场合讲话的时候，就真的很平。真的很平，好 ，come va， 关天亮 ，come stai。那正式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多。那我们怎么问你几岁？用正式的有疑问词的语调呢？怎么问？关天亮，关天亮，关天亮，平的，从中间开始，关天亮，关天亮。关键你阿姨，不是关键你阿姨，
不要太多次了，一次就够了。关键你爱，关键你爱，关键你爱。Come ti chiami? Come ti chiami? Chi sei? Chi sei? Dove vai? Dove vai? Quando arrivi? Quando arrivi? Rrrr. Facciamo insieme? 等一下，有个绕口令，要让你们练习。好 ，dove vai？ dove vai？ di dove 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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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ve vai？ dove vai？ chi è？ chi è？ chi sei？ chi sei？ quanti anni hai？ quanti anni hai？ che numero hai？ che numero hai？那这个是 Ti chiami Elena? Ti chiami Elena?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Yes or no?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Mi dai? Mi dai? Mi dai? Il tuo numero di telefono? Ha. 好了，我们就看下一个练习题好不好？下一个作业比较难一点一点的哦，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练习题哈。这个作业也是有四个小小的文章，记得那个 double S 的时候，双字音的 S 只有五声的哈，只有那个轻音的，没有有声的，不可能是有声的。Double S， 所以 indossa rosso， OK， 好，记得这些 accent， 我就是为了你们的方便，让你们知道那个重音在哪里，而且那个 a 那个 o 是开的还是闭的，要不然意大利文拼字就不会有这个 accent。好，这里已经让你们注意到了，特别是那个鼻音后面的啊、语调。语调呢，就还有那个肯定句的语调，对不对？从中间往下哈。Mi chiamo Gregorio. Mi chiamo Gregorio. Sono uno studente taiwanese. Sono uno studente. Sono un insegnante. 好，这里这个语调是什么呢？我补充了一下，因为上一次没有讲哈。这个是你列出几个项目的时候，比方说 vorrei delle mele， 我想要一些苹果、一些梨子跟一些流程。好，那就 vorrei delle mele， delle pere， 然后最后是一个肯定句 e delle arance。好，然后感叹。感叹句呢是从比较高跟那个肯定句差不多，可是肯定句是从中间往下，那感叹句是从很高往下。Benissimo, benissimo, grazie, grazie, auguri, auguri. OK， 生日快乐的时候，生日快乐的时候 ，auguri。好，上一次也有 gu 跟 ku 的发音，对不对？ quanti quanti guidare questo gu ku， 然后让你们注意一下这个 ku 跟 ku 哈，其实从一个发音的角度哈， ku 加母音跟 ku 加母音的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可是 ku 加母音是一定要加母音的哈， ku 不一定要加母音的。你们知道那个哭一定后面有一个母音，比方说夸嘞，啊哭啦，啊哭啦。可是你们知道那个哭不一定后面有母音，也会有择音，对不对？所以变成哭 g 呢，这里有择音的哈。可是有一些字呢还是会有母音啊，那是 squall 啦。那怎么分呢？有时候基本上这个哭跟哭加母音的。这个哭跟这个哭哈，发音上是一模一样的啊，你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发音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哭哈。可是有一些字就是需要用哭来写哈，
有些字就是用 chi 来写，它的发音是一样的，可是要注意一下他们的那个拼写的方法。OK， 就是有些字从拉丁文来的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他们是这样写的就对了哈。最常用的字你们就会背得起来，没问题，看一看就会记得。嗯，哭的双字音呢，就是哭，好吧哈。那个哭的双字音有两个写法，哭哭，无加母音，跟气哭无加母音的。好，那这里只有一个单字，意大利文只有一个单字是用两个库写的，就是这个字很混乱。Soquadro, mettere a soquadro una stanza。OK， 只有这个字，意大利文只有一个字是这样写的，用对 double Q 哈，只有一个字是这样写的。OK， 可是 chi cu u 一样的发音哦，一样的发音，可是写法哈，只有一个字是这样子写的，其他的就是 chi cu u， 比方说啊。哈，上一次有说 aqua 水是这样写的，那除了 aqua 以外，跟 aqua 有关系的哈 ，aqua 跟水衍生单字的是都是这样子 chi cu u， 那还有我知道一些单字，好，那它的发音就是 a 那个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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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它的发音是这样子。第二个作业哈 ，Pagina 153页，这个比较长一点的，你们有找到正确的顺序吗？有四个，好像这个是什么？是一个简讯，可是这个应该不是一般的简讯，应该是跟不同的人的，对不对？像类似你们现在的那些 social。那 network 那一种的，你们就写给大家，对吗？你们就知道写在上面这个 message 是第二个 message， 然后最后的这个 message 是第三个 message， 那中间哪一个是第一个，哪一个是第二个，哪一个是第四个，好，你们要自己判断。好，一个叫 Raffi，一个是 Libellula， 还有一个 Lydia， 三个人在对话哈，在网路上。第一个说什么 ？No， 那个 messaggio numero due 哈，他说 No， in Puglia fa troppo caldo。Puglia 在哪里呢 ？Puglia 是一个那个行政区，对吗？意大利的南部。布列是在南部，对吗？在那个脚跟，那个靴子的脚跟，意大利有一个形状是一个靴子，对吧？靴子的脚跟是那个布列，那个省哈，那个行政区哈，那个 regione。好，所以，对，所以就这里就有这个。这些连结都是让你们去多了解用中文，多了解一下。啊，所以希望你们花多一点时间在这些 PDF 上面的，因为有很多的有用的连接，啊，平常是用中文解释的。好，中文的 Wikipedia。好，然后就 fa troppo caldo， 什么意思 fa troppo caldo 呢？在布里亚区太热了，对吗 ？fa troppo caldo。好 ，io invece。Io invece 的意思，我已经提供反应，所以你们就可以轻松的说是什么意思。Io invece 反而，这里要用哪一个动词的变化 ？Vado io vado io invece vado in montagna。Montagna cos'è？ 山上。Io invece vado in montagna 啊，因为 Puglia 是。都是海边，对不对？海边比较多，那个脚跟周围都是海啊，所以他另外那个人说，哦，那个 Raffi 说我反而要去山上。 una mia amica， 然后要哪一个动词变化呢？ a 第三人称，对不对？有我的一个朋友 a
una casa sulle Alpi. Sulle Alpi. Alpi cosa vuol dire? Alpi, 四山，对不对？ Le Alpi è una delle regioni più belle. 所以有空的话，请你们去了解。Le Alpi 大概那个阿尔卑斯山就在意大利的北部，对吗？嗯哼，周围。OK， è una casa sulle Alpi a Canazei. Canazei 在哪里 ？Canazei 可以看吗 ？Canazei 是靠近哪里 ？Canazei 是一个小地方。去爬山呢，看他在也是，去爬山，冬天是去滑雪，看他在是在 Trento 附近，你们可以，对，在哪一个省哪一个 regione 呢？是在 Trento 附近，所以是在哪一个 Trento？Trentino Alto Adige， 靠近奥地利对吗？北部的。靠近奥地利那边的 ，OK， 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在那边，在看他在这个小地方有个房子，好，然后冒号，他就解释这个地方用哪一个动词呢 ？Sono sei è un posto bellissimo， 哎，因为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è un posto bellissimo， do。Bellissimo, 非常漂亮的。Due settimane di trekking e escursioni. Fantastico. 好，这个是 Raffi 所说的哈。那这个是第二个 messaggio。那我们要发现下面的 messaggio 是第一个还是第四个 messaggio 哈？我们先读一下最后一个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他的回答哈。第二个就变成他的回答是这个 Lidia 所说的，第三个是这个吧哈。他说 ：“Ciao, che bella la Puglia. Sì, mi interessa. Sì, mi interessa. 好 ，che vuol dire？ 你好。”布里亚区很棒，我很有兴趣。Due domande， 我有两个问题。好，他有两个问题，那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In treno o in macchina？ 你是搭火车还是开车去？啊，那就动词是什么？你。Vai in treno in macchina?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互相不认识 ，OK？ 所以就是那种 social network， 就是他们还不认识啊，就是他们想一起去玩啊。Quanti anni hai? Io 22. OK， 所以他22岁 ，Lidia 22岁。他说：“那你呢？你几岁了 ？Quanti anni hai?好，所以我们就确认了这个是连续的 ，OK， 两个 message。我们要看一看那个 libellula 有两个 message 在中间，我们要确认哪一个是第一个，哪一个是第四个 message。好 ，libellula 在这儿说 ，Ciao a tutti， 哼哼哼哼 ，Sara， mi chiamo Sara。di Udine sono di Udine Udine dove è? Udine 在哪里？有没有看到 Udine? Udine 在 Friuli Venezia Giulia 靠近 Slovenia 在东边、啊、东北意大利东北靠近 Friuli Venezia Giulia OK Udine 所以 他也在东北部东北quest'estate cosa vuol dire quest'estate? cosa vuol dire quest'estate?
我再标注。今年夏天 ，OK， quest'estate， 好，in Puglia， 所以他从北部要去 Puglia 南部 ，OK， 他今年夏天我去 Puglia， 所以就是 vado in Puglia， cerco una compagna di viaggio。啊，他找谁？一个旅伴 ，OK。periodo， 啊，时间是 dal 10 al 30 agosto， 八月十号到三十号，啊 ，10 30 agosto。好，然后还有一样的人，对不对？哪一个是第一个？哪一个是第四个 messaggio？ 你们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还是第四个 messaggio？第一个对吗 ？OK， 所以下一个一定是最后一个 messaggio， 所以他这个就回答刚才那个莉迪亚所说的哈。有另外一个人说 ，No， 他不喜欢去布里亚，对吗？他想去阿尔卑斯山。那就另外那个莉迪亚说，好，很棒啊，我很有趣。你要坐火车还是？开车去的，我二十二岁，你几岁？好，那就他回答 ，allora， allora cosa vuol dire？ 那么，好，那我就来回答。好 ，allora， 24 anni appena compiuti， 什么意思？我刚满了。24岁，对吗？那怎么动词是 ？Ho 24 anni appena compiuti， 刚刚过的生日。Riguardo al viaggio， cosa vuol dire riguardo al viaggio？ 关于这个旅程，这个旅行哈。Riguardo al viaggio， 然后呢？我打火车比较便宜，然后我没有吃。啊，再告诉我结果啊？怎么说 ？Riguardo il viaggio, vado in treno。这样子比较便宜，怎么说 ？È più economico。E poi 我没有汽车。Non ho la macchina。No, 也连在一起读。No, 不要念 non 哦。No, la macchina。E poi non ho la macchina. Fammi sapere. 好，对这四个小的文章有没有问题？第一个就是他最开始讲过的那一个讯息。Sì. 第二行的开始那个。Quest'estate。今年夏天，对不对？应该是说 questa estate， 应该是 questa， 应该是说是 questa estate。可是这个很口语的，对不对？就是一个像两个年轻人在很不正式的场合这样子讲话，所以很容易就连起来读这个啊。就省略了，就把这一撇表示这个啊就省略掉了，念 quest'estate。quest'anno 今年 ，questo anno 也一样的，你念的时候这个 o 可以省略掉，变成 quest'anno。
很顺的念的时候，口语的。所以 estate 是夏天的意思。Sí, estate 是夏天的意思。Prego。这个夏天，对，那你们说今年夏天，对，没错。那个就是后面有看到那个 vado inferno， 那个 in 可以看作是就是交通工具的手段，可是上面有一个就是第一个 man 就是massaggio 作为那个第一行就是 vado in montagna， 是，就是那跟 vado a。很大的问题，解析词是很麻烦的哈。你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窗户。解析词的用法，意大利文的解析词的用法，其实应该是说，所有的欧洲语言的解析词，其实用法很难哈。意大利文真的也是不容易掌握的哈。中文还可以了哈，因为。中文的解析词应该是从动词来的哈，古时候应该是从动词来的，所以中文的解析词其实还好哈，没有这个困难。可是欧洲语言都是他们的解析词真的是很难哈。简单的来说啊，是到这个地方 ，OK in。就到里面，这个是一个用法 ，OK？ 这个是 to， 比方说是穿常是一个习惯，因为你可以说 vado a， 你们一定会 dove vai vado a Roma，vado a 加一个城市。可是如果你要说一个国家的话，你就要 in 了，习惯性的。我要去意大利，我说 vado in Italia， 所以 in 加国家 ，a 加城市，这个也是个小小的规则，你可以先背起来。vado in America， vado in Francia， vado a Roma， vado a Milano， vado a New York， in 加城市 ，a 加对不起。因加国家阿加城市，这个是个用法。可是你的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因加交通工具，对吗 ？OK， 这个是另外一个因的用法。所以因 macchina， 我开车去的 ，by car 或者 by train， 因 treno， 因 macchina， 你们一定会做你们不是，你们学的在第二个单元是第一个单元是坐飞机的，不是，在飞机上不是坐飞机，在飞机上或者在火车上 ，in treno 那个是 in treno 或者 in aereo 在飞机上，在火车上 ，OK， 可是如果你要说的是坐飞机或者搭火车也一样的，可以说 in treno in aereo， vado in treno vado in aereo， 表示用哪一个交通工具。 OK， 然后有 in montagna， vado in montagna，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小小的规则，应该是跟语音有关系，加 agna 的结尾平常是用 in in montagna in campagna， 我去乡下，我去山上，安雅的结尾，有一些结尾比较用 in 的 ，in campagna in montagna， 等等，一个小小的开始，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些词 ，OK， 别的问题吗？好，没有的话，我们针对这个第二个单元，可不可以回到pagina 24？Pagina 24， 为了做完这个第二个单元，我们就差不多了，只有dati anagrafici。Pagina 24， 要填空我们的 dati anagrafici， 就是我们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 nome città anni，
然后我们自己的 OK， 一哦 ，nome， 你们的名字 ，città， 你从哪里来？啊，个人资料 OK。然后anni，你几岁？你先写完了，然后问旁边的同学，问两三个同学，旁边后面的呵呵前面的同学，然后填空两三个个人资料，好不呢 ？Dati anagrafici， dati anagrafici。那怎么问同学呢？如果你想得到这些讯息，怎么问？第一个问题是 Come ti chiami？ Di dove sei？Sono di Taipei, sono di Assunzione, sono di Taichung, sono di Kaohsiung, 等等。Quanti anni hai? 你们的年龄已经够了，对不对？到三十了 ，OK， 对不对？只有老师不能。那你们已经会数字到三十，所以就可以了。好，互相问问题。然后填空这三个小表格好吗？前面、后面、旁边同学。